请进。请问，这里是天文社吗？我是刚报名入社的社员。我看到了什么？一个大活人，一个新入社的大活人。你搞错了吧？我没有收到你的报名表。怎么可能？我已经把报名表交到社团部了。那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去社团部办公室帮你再看看。学妹，你是怎么想的呀？那么多好玩的社团你不去，来了我们这么个地方。天文社就是最好玩的。可惜了，可惜了。什么意思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哟，我们袁姐这么有魅力呢，要不开个男生专场卖票算了。哎，同学，他要是演出卖票的话，你说卖多少钱合适啊？你，卖什么卖？卖什么卖啊？你会不会说话？你要是不会说话就别说，省得一开口就是生化攻击。臭死我们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谁啊？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谁？我谁也不是。不过呢，我特别爱吃鸭舌，但没想到你的舌头比小鸭子还长，借我尝尝呗。你说谁舌头长呢？你谁搭理我说谁？你过来啊！怎么了？我就说你，谁让你老说别人？真的，吵什么吵？小姐还练吗？练啊，当然练。行，外边等你。哎，谢了。哦，没关系。余哥。你说媛儿姐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总跟咱仨男的在一块玩，才被女生排挤了？虽然这媛儿姐表面上不在乎，其实我看她呀，还是挺想跟女生来往。咋个意思？要不咱仨跟她绝交，放她自由飞翔去？媛儿姐何许人也？谁值得交往，谁不值得交往？谁值得生气，不值得生气？她比咱们清楚多了。那是，跟猫阿姨一样，你看着大大咧咧的，其实心气儿高着呢。你要让他随便找个女生玩，他宁愿跟咱们仨玩。跟咱仨玩怎么了？咱仨多好啊。对了，哎，咱们上一次帮孟阿姨搬水是什么时候来着？好像是上周。对，那咱今天放学再给他搬两桶。行。孟阿姨就这样，自己没水了也不好意思说，上次自己搬还差点把腰闪了。那咱们今天就去帮他搬，看看今天能不能把大象腰给闪。闪我腰？我劲儿老大了，闪你腰。哎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你们俩先玩，我走了。行啊，一会儿见啊，一会儿见。走了，宇哥，走了。我刚才帮你看过了，确实没有你的报名表，估计他们给你弄丢了。那我回去重新填一份，等下次社团活动日我再来。哎，下次你也不用来了。为什么呀？
我们社团不招新人了，你去别的社团看看吧。学长，你好好看看清楚，这可是年级第一，十项全能，你不收他还想收谁啊？人家放着市重点不上，来包装就是为了那台天文望远镜。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咱们就去教导处让主任听听，你凭什么拒收他？社长，我真的很想加入天文社，拜托你了，我去重新补一份表，您能不能给我？别说了。林千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有事儿？我没事，我路过。潘露，潘露，我看你刚才跟天文社社长认识。哦，我们俩之前一个校队的。那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让我入社？我怎么知道呀？他，哎，不是，你意思是我跟他串通好了，跟你使绊子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你们认识的话，你能不能帮我求求情？对啊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帮人一忙堪比亲。亲大爷。哼。要怎么样你才肯帮我？表姐社团快结束了，先撤了。韩露，你先别着急，天文社又不会跑，咱们还会想到别的办法的。就是啊，而且明天是你生日，过生日咱们就让开开心心的嘛。我，哎呀，没事，韩露，我们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小刚好，姐姐，十七岁生日快乐！谢谢小鹿。你哪来的钱给我买这鞋啊？我一直偷偷给儿童天文杂志投稿的，怎么样？你没发现吧？这鞋真好看，等我去买一双你的尺码，咱俩一块穿。我倒是想买，可是人家没有小孩的尺码。那我就好好爱惜这双鞋，等你长到我这么大的时候，就拿给你穿。好不好？那说好了。嗯。姐姐，你今天的生日蛋糕能不能买大花的那种啊？你就喜欢吃大花的蛋糕，自己生日要吃，我生日你还要吃，那大花上都是色素。求求你了，姐姐最好了，求求你了。好好好，买买买，买大花蛋糕。谢谢姐姐。这可是你说的，等我十七岁生日的时候，就把这双小皮鞋送给我。我的脚终于长到和你当时一样的尺码了，真好看。等你啊，姐姐。上学呢，妈，我拿点东西。刘一线，你要干嘛？拆家呀？哎呀，妈，你不知道，今天韩露生日，以前她生日的时候总赶上周末，她就躲在家里不出来。今天总算让我逮着机会了。我要给他好好大卖一场。来来来，看这个气球啊，你多带上几包。这可是外贸单，别处可没有。谢谢妈。还有综艺的玩儿，快点过来过来过来。谢谢妈，谢谢妈。你慢点儿。好。
小鹿，你晚上过生日，妈妈带你下馆子啊。今年也不过了吧？随你吧，我走了啊。啊，小鹿，生日面煮好了，吃一口再走吧。谢谢爸。味道怎么样？爸。哎。现在还有卖那种老式的奶蛋糕吗？什么样式啊？就是那种上面都是劣质奶油裱的大花，还有红色素那种。哎呀，这款式太老了，估计是没有了。好吧。小鹿，晚上我想叫上你妈，然后你叫几个同学和好朋友一块儿给你过个生日，好不好？不过。我知道你小的时候跟你妈妈工作忙，几乎没给你过过生日，也是因为小。我是想有机会的话，我能弥补。吃饱了。小时候的事儿我都忘了，不过生日就是觉得麻烦，您也不用想太多。早上又是吃面又是换鞋，快来不及了。你们迟到了，哪班的？高一三班的。叫什么名字？吴胜宇。吴胜宇，好，走吧。李天宇，谁再打点保安就过来了？你在这干嘛呢？还有你对翻墙。你别拍了，不拉你。还挺讲究。走。谁在那翻墙呢？谁呀？我丝网都给干坏了。在这里等着。老师好。哎，你哪班的？叫什么名字？我高一。高三的，跑啊！啊！在这儿等我。保安路，你刚才那出美救英雄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犯强是初犯，就算被抓住也不会罚太多。你这话说的，我也不是天天犯强啊，怎么？你是想替我顶包受罚，然后让我觉得欠你一个人情，好帮你入社？确实是。那你美救英雄也没救成，还有别的招吗？干嘛？求你了。啊？求你了，不够。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！哎呦，行行行行行行，答应你，答应你。
脱臼了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许反悔。啊，说到做到。昨天晚上你答应送我的那件34号超音速球衣，别反悔啊！给你就给你，反正我也不喜欢雷阿伦。切，没眼光。好了，谢谢社长。这应该是我签过的最后一份统一入社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天文社就要解散了，你昨天见到的那些社员，因为进入高三都要退社，我也是。根据学校的规定，一个社团不满10人就得解散。那再招人不就好了吗？一个连天文台都进不去的天文社，谁愿意来？什么叫连天文台都进不去？其实，我不是不愿意给你签，因为就算我给你签了，也就是走一个过场。你心里向往的天文台，观测望远镜，这全都没有。这一年多以来，别说天文望远镜了，天文台我都没进去过。没人知道为什么。总之，天文台已经彻底封锁了。就算只有我一个社员，我也不会让天文社解散的。哎，没事，以后有空约球。我们先走了。我希望你能打开那扇大门，因为我们都是带着对宇宙的向往才来到这儿的。哎，你为什么非要加天文社呀？你不懂。行行行，我不懂，那你上哪儿拉人去？看你这人缘，有朋友吗？你可别打我主意啊！不是，就是想说，谢谢你。其实你昨晚就跟金辉说过帮我入社的事了吧？之前也没少整你，倒还你了。算我欠你个人情。哎，快点快点，不是说好去天台给韩露过生日的吗？先等一下，我怕碰见林千羽他们。不是，哪有那么巧啊？他们四个难道就住天台了？再说了，不去天台咱们能去哪儿啊？储物间还是开水间？那也太没情调了。那好吧，我给韩露发个消息吧。阿姨，你边走边发，边走边发，快快快！哎，学校今天信号怎么这么差 ？BP 机一点信号都没有，这还能收到吗？来天台有要紧事。喂喂，韩露，你现在能不能来一趟天台啊？有要紧事儿。什么要紧事儿？程老师让我们全班都到天台集合。啊？哎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反正你先来吧，我们在天台等你啊。行吧，来了，走。雪儿姐，你别动我的漆啊！你怎么这么巧？要不咱们还是走吧。不走，我们答应过韩露了。各位学长学姐，我们能不能借用你们一点小地方？注意点，我们绝对不会打扰你们的。吴安露没告诉你啊，他抢的那边天台
我们鱼哥早就抢回来了。干啥？甭理他，办你们的事儿。鱼哥没问题吧？嗯。谢谢兄弟。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啊，但是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一步。站住！把蛋糕吃了再走。真的不好意思，确实真的有事儿。没事，我知道你拽，但你对朋友拽什么拽啊？完了，而且是踩着咱鱼哥雷点了。嗯呐。咱鱼哥最膈应不中是兄弟的名。没事，韩露，那个，对不起，刚是我们俩太吵了。嗯，对，跟他没关系。对，你先走吧。你们俩能不能有点骨气？刚才你们两个见到我们四个都怕得要死，还要硬着头皮给他过生日。现在他人来了，又要放他走，什么意思啊？他刚刚欺负你们俩了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装什么糊涂的呀？你把人俩当朋友了吗？你就这么对朋友的？不是，我说这事儿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再说了，我们本来也不算朋友啊。韩若，哎，你们都先冷静一下。婉露，今天是你生日啊，你要不就待一会儿呗。啊，哎，韩露，你先坐。这个是送给你的，生日礼物。我说话这么好使啊？这里边这个是线线，这个是我，我还专门挑了小鹿图案的盘子，你看，是给你过生日，又不是上刑，开心点吧。没事。对不起啊，刚刚情绪有点激动，确实太着急了。对不起，说话太难听了。怎么想我们俩？但我告诉你，不在乎你什么初二好不好听，脾气好不好，但我一直都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。其实你们也可以不用这么一直陪着我，你们聊天很多话题我听不懂，你们喜欢的东西我也不感兴趣。你以为为什么我们愿意陪在你身边，就因为我们从小一块长大，还是因为韩雨姐去世前让我们多陪陪你玩？谢谢。我告诉你，都不是。什么意思啊？她有个姐姐不在了。让你小点声。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班去春游，老师害怕大家走丢，就让大家排着队，手牵着手，但我因为手心总爱出汗，所以就没有一个人愿意跟我牵手。我就一个人站在队伍的最末，老师还骂我不合群，
但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女孩朝我走了过来，她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，一握就是一整天。从那个时候，我就决定，不管这个人爱不爱笑，爱不爱和我玩，我都会当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切蛋糕吧，昨天我提前准备的蛋糕材料都被我妈丢掉了，这是我临时去买的，可能没有蛋糕店做得好，还有你别嫌弃了。你就喜欢吃大花的蛋糕？哎呀，这款式太老了，估计是没有了。你蛋糕店好多，我很喜欢。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每年都做给你。我们点蜡烛吧。下棋，下棋。反正以后呢，不管你生不生气，我都会一直赖着你的。为什么不是71呀？喂，而且话说开了，我也不怕你生气了。你不怕我生气了，抠了这么大一坨奶油。就敢往我脸上涂这么一点，要我说呀，你最好是不怕我生气了。韩洛，韩洛，等等。其实他还是挺可爱的，我眼光可真好。谁弄的？我弄的。要不你弄回来吧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姐姐，我真的好想再见你一面。什么？是来自鲸鱼座替星的飞行物吗？小鹿，17岁生日快乐！
想我的时候就抬头看看星空吧，我即是星辰，我们终将在宇宙尽头重逢，永远爱你的姐姐。我终于等到了，姐姐，这不是巧合对吗？是我许的愿灵验了，对不对？我能感受到，那是来自寂静宇宙，穿越数个光年，独属于你的气息。红莲火不灭，少年志不绝。晚露，生日快乐！这天台送你一半，就当生日礼物了。不过这个天台是我们四个的卫生区，以后一半的卫生你们来打扫。就从今天开始，